奇怡就是他了。是不是的尊同蘇亞頻也剛剛在當地舉行了這個新戲首映，以下更加會為大家送上蘇亞頻的專訪。今集公升記的時間又差不多了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風聲嘅咧就揾嚟啦，啱啱喺風聲裏邊咧有非常之出色嘅演出啦，然後咧大家都香港觀眾啊好掛住佢嘅就係蘇有朋啦，有朋你好，嗨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那來到這裡呢，就是宣傳另外一個片子，對，《少年星海》。在裡面呢，你是要做一個老師？對，我是一個鋼琴家，其實是明初那個時候的。真的有这个人叫做萧友梅，他是一个爱国音乐家。然后在电影里面启蒙了星海。我们旦家已经够让人看不起了，他要真学音乐，显家就永远没有翻身的一天。哎呀，男人的辫子不能摸。黄体松终于像滚下来了。那你在片子里面要弹琴吗？有的。又弹了，有啊。那你本来会？我本来会一点，我小时候学 keyboard，对，所以为了这个电影，我有回去再上一下课。但是除了弹以外，那另外要就是说要比较去温习多一点，有关于他那个音乐吗？在片里面的？对，片里面其实在他现在萧友梅这个人，其实留下来的资料并不是很多，所以刚刚像我们的编剧是这个澳门人，他专门研究这个历史的，他都跟我说，哎，真系唔好意思啊，我在剧本里面这个人呢，其实真系好单薄噶，其实冇什么嘢咯。然后他说觉得很谢谢我帮他，就是感觉还蛮像那个年代的爱国青年这样子。以后我们中国人从此不同了。可像星海这么有天分的孩子是很少啊。妈，是谁弹的琴？那这一次就是跟 Vivian 认识了19年，才第一次合作， 对吧？都19年了，天哪！看不出来。他以前跟对，我们是第一次合作，那个感觉怎么样？